啊，谢谢主席，这个大家也都累了哈，吃饱不？啊，保重吃饱不？啊，啊，刚刚一面讲一面就一面吃，是不是？啊，无吃饱有没有哈、啊？有体力好个讲不？啊，可以啦哈、啊，来来来来来，嗯，这个，这赖委员好啊啊，这个部长，你看每次贵部哈、啊、来这个来的哈。啊本哈毕业来做这个施政报告或执行的时候，拢捅老茧，另外人满为患呢。好、哦，这个塞到二楼，连三楼楼梯全部都塞满了。这个天下第一大部啊，哈啊嘿啊，请教一下哈、啊，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政府的再造哈、啊，这个内政部的这个组织的架构，您现在这个啊已经送院核定了审定版了嘛哈、啊？已经送院哈。那您对这样的一个结果，跟你当初要推动预期的有没有哈 有没有什么差别啊？哈、就内政部部分来讲，大体上没有太大的出入。那我们现在觉得比较挂虑的是，移出去的几个单位到了相关的部会之后，他的所获得的这个位阶安排跟人员的配置是否充足？譬如说像我们的下水道、我们的国家公园等等，但这个因为不是留在部内的，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着力。所以这种挂出去的肉吼，当当时嘛，他们那个骨连到顶的骨肉相连嘛吼，之后出去也是要关心一下。那这个大概明年这个那个组织条例哈，那个相关的组织办大概好，那个、明年都会送好到立法院。对，理论上明年全部要送立法院。那101年要开始正式了哈。那看起来主要就是。国家公园挂到那个环境资源部嘛，哈，是，然后其他的大概挂到那个交，营建署有一部分到交通部，交通部，对，那最重要的社会司、儿童局跟家防会。我现在看你这样的一个审定版啊，哈，这个综合规划师、民政师、宗教与理智师，哈，啊，合作与人民团体师，哈，啊。户部政司、地政司，那多一个这个比较特殊的资讯服务司，这个干什么的？这是原来我们的资讯中心，哎，哦，那因为受这个按照基准法的规定，我们就把它改成叫司中心等等这些名称就不用了。对，那它的功能、它的业务呢？我们这个本来资讯中心的业务就是协助各施政的这个单位，譬如说像户役政系统、地政系统等等，来建制跟便民有关的一些资讯的系统。那他们的这个作用已经比这个原来哈一般部会里面只是负责那个部会的资讯系统要来得大，是大概变得是直接涉及到对外应用的到 MIS 的部分吧，哈。很多包括像自然能凭证等等这些都有触及。哦、那国那个会测中心呢？国土测绘中心还是留在重新更改之后，应该是在这个营建署，就是未来叫做国土管理署下面的一个是放在国土管理署，是是吗？是，嗯，不对吧？独立的，它是独立的市级机构。哦，对不起，国土测绘中心，我刚才以为是那个国土重划分署，国土测绘中心是直属内政部，但是也一样是市级机关。嗯。其实本席哈也曾经在基层当过行政哈，这个行政首长哈。其实我们发现说有一个现象，我们很多哈这个所谓的规划案、委策案哈，那给民间来办，其实里面有花很多的时间成本，是在做基础哈这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呐，好像这个的一个调查，包括说它的地籍啦哈，它的图资啦哈，那它的都市计划图等等这些，那这些其实耗了很多的资料。那我们现在整个大概全国的各单位里面，其实在做这个 GIS 的啦哈，做这些啊地籍测量的单位蛮多的啦哈。那最主要最大宗的就是农啊这个啊这个农业哈、啊、这个林务局的那个航测大队，然后我们呢好、啊、这个会好、啊、测绘中心，测绘中心，然后其他像水利署啦哈、啊、这个等等这些单位都有。那本席一直认为说，这些的基本的投资，其实它对国家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是跨美地的。但是你真正讲，那这个资料建立的好势，而且你随时更正的话，它是可以做很好的这个哈一个决策辅助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现在散建在各部会的这样的一个啊测绘的一个啊那个的现象，其实在这次政府再造里面，很可惜，我们觉得说并未见到这样的现况。那因为你随着科技的那么进步，你看在日本，人家哈、啊、日本、美国，甚至连对岸的中国，他们都以一个国家级的这样一个哈。啊统合所有的图资，啊，一定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云端呐、啊，什么叫云端？政府被做混哈，卡混定就是真的是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哈、啊，我们是很希望说有一个比较层级哈、啊，甚至哈、啊、这个不应该把它哈、啊、有一个统合的一个统合的一个单位，它不一定说放在内政部，它可能在一个国土发展部或是哪一个部会，但是要有一个统合，而且层级要够高，因为它才能整合这些的资源，也才能留住好的人才。所以这一部分我是觉得说蛮可惜的啦。那是不是啊？所以中心你主席你看你的看法了呢？哎，四分钟，较短嘞，哈、啊，我阁足侪爱讲。当然，目前这个测绘的业务分散在各部门啦、啊，那没有做整个是。对啊，其实拢浪费啦。啊，就挂民间的业者吼，赶快去到底图啦，哈，其实他跟不同单位，他一鱼多卖啦。好，那反而是有一些东西，你像基本的哈、哦，基本的地形图调查的那些哈、哦，那个全台湾你都还没有，各单位有的有做，有的没有做，啊，有的对吧？大概重复在做一些同样的功能。同样事情嘛，浪费多少国家的公帑？真的，我是强烈建议说哈，在这一部分有可能的话，把它整合成一个单位，成一个单位，而且它层级要够。这样的话，我想对整个国家的哈基础的一个哈基础建设的一个发展，这个很重要。而且这个可以放在防灾等等各方面都是第一哈。这个提供好一点设备，让他们可以把这种东西做。啊，这物件哈，这样是未来的一个哈、哦，这个大概一个行政的一个走向。而且这个技术，台湾的技术也成熟，可以输出的啦，哈。这个我是一个建议啦，哈。那第二，我再哈再请教一下哈。这个我们这个现在警哈、啊，这个警消哈、啊、来了，这个消防署的哈、啊，给你啊，你给你的这个警专啊，27期的这个消防科哈、啊，咱这边去读警察哈，好，哎，恁拢去讲，来，苏警官，哎，啊，恁这边警察好，警大是警专，恁常常拢咧要求哈，拢、哦、要去鼓励人来读警大、读警专。啊，恁马兰公哎，这个以后有工作有保障啦哈、哦。那一些年轻的有热情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就投入去课。哇，这边毕业了，该经过国家考试啊。啊，这边录取率嘞，对啊，啊。多谢委员的指示。今年哈、哦，警专27期毕业是274个人，科系的时候，我们也有279个缺给他去考。对，结果那个警专哦，只考起126名，148人没有考起，录取率只有45.99%。对啊，啊，你以前呢？以前大概从20期、21期这边录取率，我看一下资料，这个20期是可以录取99.49%，21期99.64%，来99.69%，那再同卖压个23期嘛，66.57%，然后再98.11%、99.41%、92.6%，哎，这跟我们压工他录取率哈、哦，随着是听多一年的差别的差遐大，是囡仔唔读册，这期的二七期的唔读册啊，还是安怎？制度还是咱制度出问题？基本上，我们这都是没出问题哈。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缺有较多，所以咱底下做那个考试的时候，咱开的缺比较多。啊，因为现在是哈，我们目前已经发生一个供需失衡的这种情况。对啊，那就供需失衡啦，海西加金啦，现在的流浪消防员都安尼啊，一定现在孤地台北哈，补习街底下乱乱说。问题就是安尼，所以我们当时二十七期要求，我就改。啊，这款要安怎补救？即摆啦，我甲这因这个问题吼、哦，部长是遮尔来重视啦吼、哦，所以阮伫今年的5月28号，部长就发文吼、哦，各县市的25县市的看吼，这起定含管定吼、哦，叫因爱增加民间好玩呢。所以基本上我甲委员报告啦吼、哦，因我们现在大概有两个东西吼、哦，大概可以就是说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短期的啦，27期的这个。对，第一个的加考一次有没有办法？起码我先跟你讲了哈，
那如果要加考医师，我也是把一个数据哈，搞一碗报告者，阿丽的在讲，目前加考确实是有它的困难哈。因为我目前哈，基本上是安哈，咱九十九年99年的特考哈，毕业之后，当我们这次的婚啊，还有204个是的空缺存在，但是每年的是哈，起码已经有483人第二这。那那这阶段这授粉，每年一元月份伊就要分发啦。嗯，对。哦，分发掉的时候，煞变作阮整个这种那个原额就会不足的这种情形，这样子。对，我是说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它影响到是看起来是100多人的他的就业的权益，但是也造成一个社哈，点点龙到立法院来澄清，我们也是要花很多时间来。多谢委员，你也。其实我是建议啦哈。你与其说这样的话，他现在要考进去警专，警专毕业以后再出来，还要再考国家考试。那为什么我们不先哈、先考后训呢？你现在先找他们来训练混练练，把你引来科博鬼哇！他这两年他原来他可能可以去当兵，他可以去考哈、考其他的大专，但是他因为来做警专哈、来考，结果呢，一家阿拉科博鬼能三年来科博鬼，该赔你钱。不，我浪费人力时间啦、我委员报告一下，本来咱27期哈、就是被委员对我讲，被考取了以后，就说那个先考训再用这样子，不然就不要那做啊哈。但是27期的时候，伊就要求讲警专一定爱叫过期的罪犯，就是先考后训再用，所以才变成有这个问题存在这样子。对，那我现在说这个问题哈，这个可以赶快尽快的。我在，因为保定这主管一点。这进程你的啊，你只要三期当中麻烦生个代志，当时因去找一个真有够力的委员啊呢，人一个月就解决，啊，迄个委员怎啊讲？听讲咧做行政院长啊，是啊，对吧？啊对吧？啊，吴敦义当初也帮他哈，吴院长他当初也处理过这样的。啊，这问题啊，这个我想，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很多委员也都在关心嘛，哈。我问过五六个嘛提过一个吴敦义啊，那个哈，你看安怎？有啦，因为保定那个都是我用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用心来解决。啊，我还可以延几分钟。哈，哈，再加一下啦。再一分钟好了，好，再一分钟了。再三分钟了。多一分钟。啊，对。啊，这样啊，完了，啊。好啦，好，这个拜托一下，好，请你们多多看，完了再演那个国家公园署的不，营建署了，国家公园署的八大门派全部哈，来哈，八个处长要吗？啊，八个处长要。八路处长也起来嘛、对啊，我要问一下他们的考哈、好了，保定安林好，署长好，谢谢。啊，今天派代表，啊。那不然，八个都男的嘛？那你这个你们带头大姐女哈 书定啊，赖伟一分钟，好了，这个听说你们在上个月有到大陆去是吧？去啊阿哪去？是就是第15届的海峡两岸保护区研讨会，这样、哦、啊？有几个人去啊？我可以去，我可以去啊！连学者的总共26个人啊，这样，就是专家学者、保育这方面总共26个人、考察有什么心得感想？当然我们看了一些地方，这个比如说西溪这个湿地，还有我们上海东滩的。师弟啊，回来我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给部长，有关于这个土地方面的。我几乎呢，我看一下。啊，那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去看世博啊？啊，世博有，我们花了一天。看了几个馆啊？看了6个馆。六个。是。绿色通告的哈。是不是？还是跟人家排队的？不，这个大家的努力啦。我在问你说，我在跟你讲，你是跟人家排队的，还是说啊？我们自己排了。
排哪边啊？有两个门啊。贵宾啊，贵宾啊。哦，贵宾那怎么面摆啊？它绿色通道嘛，那个叫绿色通道嘛，哈、哦。你看呢、啊，绿色还是比蓝色好用一点。哦、啊，这你去看了，我其实我本席是蛮鼓励哈、哦，蛮鼓励大家可以去看，特别像这种世界性的这样一个展览的好、哦、一个。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看过以后，对我们一些好、哦、观念上有所，一些思维有所哈、哦，可以哈。哦有一些 有所帮助啦、哦、好了因为这个多的是哎呀好那个好了改天吃看好人家了好了好谢谢。